50萬人，50萬人。
我們一定堅持去就守法，一定無論有咩政權壓力，我哋一定堅持去就守法，一定無論有咩來當面對方，我哋呼籲你喺遮打道歉，再一齊去就守法。好，清楚啦，係咪？好清楚啦，係咪？所以我哋一定要行到尾，好唔好？好。實際上啊，查文行，我哋好多零西一都未試過咧，去到八點啦，因為警察唔幫人嘅，其實我哋都早行曬㗎啦，我唔知係咪佢想放 OT 啊？ 希望大家可以過嚟同我哋同陳適之一樣，聯署呢一份罷免。
领取反对白皮书，要求国务院收回白皮书，要求特区政府将白皮书从官方网页下架。同時有近800,000人在全民投票裏面投了票，共同發出強烈的訊息，就是要香港人，香港是要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不要中國特色的選舉。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必須認真回應全民投票和七一大遊行所表達的強大民意。政府，我必須要提醒你，你現在是站在十字路口，你必須要作出一個正確的抉擇。
如果唔係，喺往後嘅日子，我哋市民包你每一日都會面對認受性嘅危機。我哋願意為捍衞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走上街頭。我哋願意為爭取民主、實現真正嘅港人治港付出更大嘅代價。我哋以香港為家，我哋以敢於為公義、自由、民主而企出嚟嘅港人為傲。今日嘅集會，我必須，因為有多市民，可能他們承受的程度可能是不同，我在這裡必須是要宣布集會的完結。但我們對民主的追求不會停步，我們將會通過一連串的行動，要政府確實回應我們的訴求。我亦都在這裡用個人的名義，用青年人的身份向大家呼籲支持今晚的行動，無論你接受的程度是什麼，支持他們，令到我們能夠重新去掌握法政改的決策權和時間表，令到香港重新屬於我們的香港人。好，